还有2015中和爱音乐活动即将要进入第二场红白老歌大对抗，邀请到的是资深唱将谢雷、南方二重唱等人来带领民众感受老歌的独特情感。那么第一场参加的民众相当的踊跃，建议您第二场要来参加的话，一定要提早来入场。2015中和爱音乐第一场中秋金曲大团圆圆满结束，许多观众对于当晚的热闹还记忆犹新。紧接着即将登场的第二场红白老歌大对抗，邀请到了谢雷、王瑞霞、南方二重唱、半桌二人组、施孝荣、张静宇等知名歌手演唱，希望透过一首首隽永的老歌，带领现场观众一起回味老歌的黄金年代。那往年呢，我们这种表演活动呢，很受到我们中和市民的欢迎，所以今年度呢，我们持续办理。同时呢，我们在10月17号也同时办这个所谓红白大对抗的，也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一起来参加。红白老歌大对抗在10月17号周六晚上7点到9点于中和国中大礼堂登场。活动于当天晚间6点20分开放入场，座位有限。中和区公所建议民众提早到场，依序排队。限量提供的 LED 牛角法圈及荧光棒也会在入口处免费发放，欢迎市民朋友一起来参加。中嘉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